当初有机会到台中参选立委，啊，包含嘉龙，还有现在正在努力的台中市的蔡其昌，啊，两位是我的恩师，也是我的好哥哥啦，哈，啊，所以今天能够来这边帮得上忙的话，那当然是义不容辞。啊，不过也特别看到新北市的议员都非常的年轻有活力，那长辈也都有很有经验，啊，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让我大开眼界，啊，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。让这个社会更好，让政治更清明。今天哦，很高兴哦，因为选战我们已经倒数了23天，那因为嘉龙市长候选人因为确诊，所以今天我很高兴有陈波伟跟我带领我们6位议员候选人哈、一起来扫街，也争取了选民的对我们的认同，也希望我们嘉龙登记1号能当选我们6位的市议员候选人。全部都能投不到，这是我们今天大家共同出来呼吁我们选民对我们的认同。今天很感谢我们陈国伟哈、我们的全立委来陪我们扫街哈、展现我们民进党的士气哈。谢谢。10号高美。加油，辛苦！好，你们妈妈，你有什么加油？